喜欢的。我们的董事，我们的顾问，大家好，我是阳天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春林，在此代表本会热烈的欢迎你们的弟弟。今年是阳天文教基金会创会第23周年，在这个23年以来，我们本会能够这个持续的办理公益活动，来讲助我们年轻的学子，办理专题讲座，都是要感谢我们历届的董事长、董事跟顾问们，有他们的热心的这个参与、热心的投入，然后热心的奉献，才能够我们能够这样子一直延续来办理。杨世文杨女士长，在场各位的同学还有各位家长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阳天文教创会的时候，阳天老师、阳天校长其实对君子高中非常重要。在民国35年我们创校的时候，他是兼任的那个校务主任，所以他们其实刚那个李董事长跟我讲说，他们早期在这个校园里面创校的时候，是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把这个校园慢慢的规划起来。董事跟所有的顾问团啊，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，大家早安。今天因为校长在国外，所以我代表来出席。我这个人对杨丁校长这个名字啊，已经听了很多年。那刚才看到这个简历哈，这个让人家感动。我是杨丁老师的学生，他教我弟弟。杨丁老师的精神是。亲子有目共睹了。那么今天我来这里是代表台湾文化交流协会的，我以这样的身份来代表，因为我在里面是当过董那个顾问。杨志文先生、杨丁老师的精神，他想承袭下来。那么我们做这个台湾文化交流协会，是秉承杨丁老师的建议在做这个事情。各位贵宾、各位受奖的同学，一个高兴，一个感觉到非常的难得。那我们自己的协会呢，大概从1990年开始就在帮清水做一些文化记录。那当然了，那时候的领头的老师就是我们的高中老师吴淑萍老师。带着我们将一路走了28年时期，那到我今天就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，走在一个历史的长廊里面，我们还可以帮这个城市做哪些事情。